哎，老林，老林，哎，公司那边的事情运作得怎么样了？现在情况还不明朗，不过你不要担心，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，帮助赵氏度过这个难关的。你说我哥这个人吧，你俩就一直合不来，做了好多对不起赵氏的事儿。我呢也劝了好多次，但是我也知道你原谅不了他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他是我亲哥哥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？你胃药吃了没有？哎呦，我吃了，这两天没休息好，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睡吧啊。好。看把你累的。今天一开盘，盛华对赵氏的股价每股155块。如果照这么下去，现在总共收购我们的金额就是35亿。这个35亿还在可控范围之内，我担心的是，他们会继续抬高这个价格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他们这是在赌博。赌是赌，可是有没有天花板呢？对，关键。就差天花板，看我们的天花板能不能高过他们的天花板。姑父，您估个底给我们。40个亿，不能再高了，再高我也不具备这个能力。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，他们并没有提高股价，所以他们是不是就此罢休了？看来我们的猜测是对的，盛华是不会拿出高于40亿的价格来收购的。看来我们赌对了。林董、赵董，刚才盛华的负责人打电话来说，要求谈判。谈判？嗯，在哪儿？盛华人呢？他们说等会儿就过来。他们叫我们过来，他们却没来。没事吧，姑父？啊，没事儿。
你看看，都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到现在还没来，他们有没有诚意啊？谁说没诚意了？盛华的人早就到了。 跟你们打交道这么久，现在我还不知道你们老板是谁？难道赵董还不明白吗？盛华集团的老板比我们都要先到，他就在你们身后。 你就是盛华的老板，对，就是我。美哀，啊，你是中国人？赵氏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，薪酬你开，职位你挑，我绝不还口。但是我怕赵氏请不起啊。我想做的职位是。 董事长，现在我代表盛华集团，正式和你们谈判。开始吧，赵董、林董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孟董啊？悉听尊便。 说吧，孟董，那您开的条件是什么？既然林董的天花板是41亿，我怎么也要比您高一点吧，不然怎么吞掉你呢？我就出41亿。孟彤，你的口气也太大了吧！41亿，你应该知道是多少。我当然清楚41亿是多少了，但我更清楚的是熊大的财政。 41亿，你们是肯定拿不出的，所以，我吃定你们了。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，现在就说吃定我们，是不是太早了？风水轮流转，马上到我家，咱们等着瞧。开始吧。 现在，我就让你们两家公司亲眼看看，你们是如何垮掉的，怎么被我吃掉的。嗯，好。股票交易员，请把我之前给你提供的。 150个账户里面，熊大的股份全部转给盛华资本。好的，先生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这边呢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了，就等着您一声令下。我们这边呢会在20分钟之内完成全部的转户流程，请您尽管放心。好，哦，还有，记住一定要是原始的价格。明白。先生，您收购的价格呢是现在市场价格的1/3，您赚大发了，恭喜您。好。 Yes。 我想你们一定很想知道，盛华集团为什么在这么一点时间内就掌握了熊大10%的股权。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在好几年前。
我委托了100多个人，建立了100多个账户。在熊大集团股价很低的时候，他们买入了大量的股票。就在刚才，这100多个账户里的高价位熊大股票，在我的授意下已经全部卖给了盛华集团，加起来正好是10%。这是一笔好生意啊，我还要谢谢林董，没有您的信任和提携，我想今天我也做不到这里。林董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其实只是一个善良的农夫，不小心被骗，但我知道一条蛇意识到它要咬我的时候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打死。没事吧，姑父？继续说。你东拼西凑了10%的股份，就凭这一点就想吞并整个熊大？幼稚。赵家大少爷，您怎么就知道我只有一张牌呢？这三位股东占有熊大集团23%的股权，我相信林董你并不陌生，他们都是你的老朋友了。不过很遗憾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股权低价卖给了盛华集团，他们现在是盛华集团仅次于我三个最高的股东了。我数学不太好，赵家大少爷，麻烦您帮我算一下，我盛华集团现在拥有熊大的股权到底是多少？要不林董，您帮我这个熊大第二大股东算算，我到底拥有熊大股权多少啊？33%的股份，你也收购不了熊大。你怎么这么快就确定我吞不下呢？万一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呢？吞并你们两家是迟早的事，走着瞧。蒙头，你太卑鄙了。姑父，你怎么了？林董，快打120。姑父，快救护车。姑父，就是董事长，撤着点。妈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振南，你姑父怎么样？有事没事啊？放心吧，姑姑，姑父不会有事的。王主任，我先生他怎么样？刘夫人还好，是急性胃肠炎引起的胃部大出血，幸亏送得早，现在病情已经基本上控制住了。放心吧，没什么大碍。主任，咱们这么多年的老朋友，你可不能骗我。我怎么能骗你呢？那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请。振南，林香，来看看你爸爸。你醒了，胃还疼吗？没事，我好多了。啊，振南，和孟通的谈判最后怎么样了？姑父，你好好养病，公司的事情不要操心，有我呢。我林永雄在商场上混了这么多年，自以为阅人无数，
没想到最后被孟通这个毛头小子给害惨了。这件事情都怪我，当时以为他是一个上进的好青年，所以才不遗余力地把他培养成为我的左右手。还没想到啊，他竟然是一条毒蛇，恩将仇报，咬了我一口。爸，您先别想这些了，先好好养病，病好了，什么都会好起来的。是啊，你身体都这样了，就不要再为公司的事情担心了。对啊，林叔叔，你现在首要的任务也是唯一的任务，就是好好养病。不，你们不了解，这段时间我没有防过他，他对我们公司的状况太知根知底了。他现在这么对我，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如果咱们再不及时的去防备他，恐怕咱们熊大集团可真的让他给吞了。不行，哎，我得回公司。爸，哎呀，你命不要了，老林。都别先躺下吧，躺下。爸，我决定了。喂，我到了，您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没想到您先到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是因为我到早了，你并没有迟到。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就拍电影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是富二代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误会了，我真没这个意思。开玩笑的，说着玩的。对于我们这次的合作，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哎，首先呢，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，能给我这么一次机会，我也会非常珍惜。我呢，一定会拍出一部让您和观众都满意的电影。不过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，我认识一个女演员，戏挺好的，啊，长得也漂亮。不瞒你说，我这个剧本就是以她为蓝本，按照她的气质来写的。我相信，如果她来演我们这个剧的话，一定会特别好。不是，您别多想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我们。不好意思啊。你是这个戏的导演，你有权利决定女主角由谁来演，但是这个人选我们已经有了。嗯，啊，这样，放心，我的人选非常符合女主角的气质。嗯，
哎，饶导，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是我的美籍华人男朋友。这就是我们的女主角了。你说的女主角就是宁雪啊。Bingo， 也就是我的未婚妻。我们订婚了，耶、嗯！恭喜你们啊，恭喜！谢谢。饶导，我之所以能投资你的戏，还是因为宁雪的介绍的。我还以为是我的才华吸引了你。No no of course， 才华也是硬标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谢谢你，宁雪。之前我和你姐的事……哎，都什么老黄历的事了？我早就忘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可以拍成一部电影啊，就叫《我姐的现男友是我的前男友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错，太好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哈迪，你可真棒啊！哎，饶导，话说回来了，我这个做妹妹的总不能比我姐姐先结婚吧？所以你得亲自向她求婚呢。我虽然不能在她前面结婚，但我们可以一起啊。耶、yeah! yeah! ！我从小呢就有个愿望，就是希望以后和我姐姐一起举办一个婚礼，所以你要帮我实现愿望啊。瞧你这蔫不溜秋的样儿，活脱脱一个相思病重症患者呀，是不是想你饶导想疯了？去死，鬼才想的呢。要是真有鬼啊，我还怕你跟鬼去争风吃醋呢。你诚心挤兑我是不是？不是，疼，你松手，先松手，我跟你说一正事。待会儿下了班你等我一下，陈总交代了，关于我们那个汽车网络销售方案的事咱们还得讨论一下啊。嗯，记得啊。哎呀，知道了。怎么是你啊？宁雨，一路走来我们历经坎坷，彷徨过，猜忌过，但是我始终相信自己心底的那份选择是正确的。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在你和宁雪之间选择你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的答案很长，需要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听。你愿意吗？小时候说过吗？我们长大以后要一起举办一个婚礼，所以帮我实现这个愿望，快点答应他，快点、啊、快答应他，2015，我们一起结婚，结婚。今天是2015年8月13日，千言万语，就一句话。I love you.
各位请坐。我父亲因病住院，所以现在由我来担任公司的临时董事长。希望以后各位能够支持我的工作，我有什么不足的话，也请大家提出来。现在各个部门汇报一下目前公司的最新情况。我知道各位把熊大当成劲敌，但从今天起，我们要放下过去的恩怨。熊大如果不是为了帮助我们，也不会陷入现在这种情况，所以我们要加强跟熊大的合作。熊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，熊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团结起来，一战到底。正南，你找我。微微，这两天有件事我一直很担心。什么事啊？你先听我说完。现在熊大比较缺人手，所以我想让你去凌霄那边当助理，帮助熊大。是这样的，凌霄他没什么管理公司的经验，我怕他一个人应付不来。那这边的活呢？这边你放心，我和戴维在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和凌霄的感情没处理好？不是，这跟感情没关系啊。那就好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当凌霄的助手，然后你在这管理赵氏。别，总舵手的位置还是你来吧。辛苦。那我去交接一下工作。哎。嗯。好好工作。您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我和妈挺好的。爸，您就安心睡吧。请进。什么事？微微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好路过。刚好路过。你看我这董事长当的，这啥东西我都看不懂。眼看人家盛华集团正在疯狂收购我们两家公司的股票，我却一点对策都没有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两家公司都得完蛋。要是有个人能帮我就好了。看来你需要个助理啊。你不会是来帮我的吧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
我先给我哥打个电话。啊，嗯，没什么。凌霄，董事长，这是我的分析报告，你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他会不会通过这次机会表现一下呀？嗯，明白了。哎，微微，你把这些资料也发给其他人，让他们一起出谋划策。好啊。董事长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不如早点回去休息啊。事情还没有完呢，你先回去吧。你真的不用等我，你先回去吧。办公室是用来办公的，不是用来谈情说爱的地方。你放心吧，我给你保证过。好了，我们开工了。谢谢。你干嘛坐我的位置啊？啊，你的位置在那儿。哼，你懂得比我多，我得向你多学习。坐。哎。啊。你还愣那儿干嘛？坐呀。哦，哦。啊。喂。嗯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谁啊？
我哥，他找我有点事，我得出去一趟。有事打电话给我。你说的意思是把赵氏和熊大合为一家公司？对，这样重组能最大化新世升华的股份，而且可以申请停牌一次拖延时间。升华收购我们的资本都是借来的，如果多拖延一天对我们有利。好想法，可是以后怎么办？赵氏和熊大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。你考虑的问题我也考虑过，赵氏董事会这边不是问题，只是关于这个想法我还没有告诉我父亲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去找他谈一谈。好，那我也去见一下我爸，听一下他的意见。好。中午吃什么？煲仔饭怎么样？好。服务员，请问你点什么？煲仔饭。我早就有此意了。振南真是目光卓越啊。哦，对了，公司合并以后，董事长和执行人谁来担任啊？我们觉得在您住院的这段时间，由赵振南担任。这就对了，我一直担心你们哥俩能争起来。小的时候啊，你们兄弟俩在一起争玩具啊，争书包，长大了又在一起争女朋友，我是真担心你们俩在一起争这个董事长。爸，管理公司非比寻常，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怎么会乱来呢？儿子，你长大了，成熟了。谢谢爸。没事没事没事。爸，振南，你怎么瘦了？休息不好吗？没有，我挺好的。撒谎，不许骗我。是不是最近总熬夜？人手不够吗？那你就多招些人手。招人手的钱咱老赵家还是有的。爸，你以前不是常跟我说，男人的肩膀不就是用来扛事儿的吗？但是你担了很多不该是这个年龄担的事儿。振南，你记住了，不管再苦再累，绝对不可以让自己垮掉。答应我。答应我。我这次来是跟你说件事儿。嗯，我和林霄打算把两家公司合并。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